各位啊，来这边的啊，贵重的东西都带好了没有？啊，大哥，各种东西都带好了吗？会申请8个国家的过来的放那个烟火会的。今年的话，我们一共我们仅3个国家的限定。 宝岛它的油面是香港跟中国的统一的，3部棉布他们是改改好的，你看到了有4个泡沫的，你看到了是一个从上往下面布的，因为以前我们越南国家是影响那个中国的。 这里是一个龙椅，对的啊，那是。
个有十七米高，微型冰皇帝来的。那么这九鼎的周围我们会看得到的，这里的话是小皇帝，对的。那么第一位皇帝叫那个扎龙，各位，扎龙是我们的故障老师用吗？那么实际上下面我看到一朵莲花，对吧？莲花是代表东方文化的。那么那个墙那里来的话是代表西方。国家经过战争时间那么长，但是没有整修过的，都是原始格的。院子里面它还是保留比较传统格的，都是用手工制作，各位啊。原来小时候的小林也是这在里面也是做的，就那个像是过的这样子来的啊。你要什么味道？这里的话，它有各 OK， 来，你看看。
有绿。我们要先做啊。你是专业的。哎呀。OK。不好意思啊。你是漏气了。哎呦呦，嘿，好了没有？来，下位，来好。嘿，不要压，不要，不要用力。哎呀，站起来，往上，上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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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站起来。哦，压力好吗？轻轻上下上下，然后那个左手也拉出去，也拉出去。来，双手到并用。OK， 剪掉。对，然后这个这个，对 ，OK， 插到这里。哎，你喜欢？这不圆了。这不圆了，这个还要扁。你要扁了。为那个给那个孩子的买那个月饼，就节金银节等等之类的，越南就已经很多了啊。那么越南国家的我们最大，来来来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，等我一下咯。
松啊。我们原来就是，如果你烧香的话，代表你家里不一样，就是你拜拜，拜拜的话是这边的话是有，反正也是差不多吧，差不多的路。但是这边。我们呢？